下班了。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凉皮、凉面、炸串儿，开心的晚餐时间开始了。那我话不多说，开吃吧。这个天吃凉皮、凉面实在太爽了。玉米肠，我觉得玉米肠实在太好吃了。你们喜欢吃凉皮还是凉面？像我就是都喜欢。下班之后的晚饭真的是治愈我一天的不开心，缓解我一天的压力。啊，太爽了。今天怎么吃的？到处都是。巨好吃。我点的是爆辣的，很带劲。只要我去上班，我晚上吃辣的能力就是无所畏惧，什么辣我都可以接受，但我不上班我就吃不了爆辣。可太爽了，培根卷金针菇。哎，天哪，怎么那么开心？香蕉。
天哪，哇，好幸福啊！天哪，炸花菜非常好吃。金丝鸡好久没吃它了，今天算不算沉浸式吃播？假的沉浸式吃播。今天下午南京下了一场大暴雨，所以外面很凉快。炸包菜吃起来就是甜甜的。我怎么这么喜欢吃炸串，我的天哪。上面这个卤真的好辣。吃的我太开心了。太满足了。